飞越台湾，徒步环岛第四天大湖丰原。用双脚一步一步深入美丽的家园，300公尺高空飞鸟的视角看见台湾。凡走过必留下轨迹，凡遇见便留下回忆。感谢全民航馆的老板娘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早餐，让我们有充沛的体力迎接今天美好的一天。今天的行程依旧是浪漫台三线美丽的山川景色，就请大家慢慢欣赏吧。大湖乡位于苗栗县南部，北临狮潭乡、西临公馆乡、铜锣乡、三义乡，南接卓兰镇，东临泰安乡，气候温和多雨。以草莓闻名全国，素有草莓王国、草莓的故乡之美誉。族群分布以客家人为主要组成结构，比例约91%。今天天气非常的炎热，我们在大湖乡南湖国小稍作休息。接下来让音乐跟画面一起舞动你的心吧。在鲤鱼潭水库附近遇到第一位徒友，停下脚步畅谈徒步经验。因为方向相反无法同行，我们互道珍重，何时能再见。全台湾总共有3个鲤鱼潭水库，分别位在花莲寿丰、南投布里和苗栗三义，而三义的鲤鱼潭水库又拥有全台唯一一个锯齿状元溢洪道。鲤鱼潭水库于民国81年竣工，具有4项功能，包括灌溉、防洪、发电与观光，主要是供给台中县市与苗栗地区的民生、农业与工业用水。快走到卓兰时，遇到一位车友要到合欢山，特地停下来跟我们加油打气。
卓兰，台湾水果重要产地，故有水果王国之雅号。人口组成方面以客家人为主，居民结构推估客民比例约79:30。跨过卓兰大桥后，我们来到东势，为台中市面积第三大区，居民多为客家人，所说客语以大步腔为主，重要特产有高阶梨、桶柑、巨峰葡萄、甜柿、高丽菜等。走过东势大桥，我们来到石冈，遇到在北部就有交汇的土友欧佳佳民宿。小矮、小白使者在石冈到丰原的路上陪我们走了5公里，谢谢他们。我们走到今天的住宿的点，位于丰原火车站前的川富商务旅馆，感谢帮我们升级15楼景观房，最后再次跟亲人好友们报平安，谢谢关心，谢谢加油打气。环岛的4天，我们从大湖经过卓兰、东势、石冈走到丰原，总共走了35.1公里，49,500步。环岛历程分享：20几岁的我开车跟老婆两人3天完成环岛，30几岁的我骑机车跟一票朋友5天完成环岛，40几岁的我骑脚踏车跟3位朋友7天完成环岛，50几岁的我用双脚徒步跟1位朋友要多少天才能完成环岛呢？敬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